好，大家好，我这次要来带大家看的是，这是拉斯维加斯那个街头欧阳赛事的这个奖励啊，战狼蛛，哦、好难念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它的数字，就是基本上最近的重型的那种坦克，就是装甲有武器的载具，就是。它都是漂浮的，就是很奇怪。像这个巨爪车也是，就明明有脚，可是它还是用飞的，就是它不是用脚爪，它是用飞的。那这个也是，然后，巨爪车其实也是一只蜘蛛的样子，它应该是蝎子，感觉像蝎子。那这个就它是说是蜘蛛，然后是八只脚没错了，啊，看起来很帅，看起来超帅的。可是它的实用度，就真的不好。它，我们看一下它的数值，每秒伤害是应该是感觉是目前最高的18000。像巨爪车都只有9000，像之前的骷髅重装11000，混世跑车高一点14000。我看一下哦，最原始的战车15000。好，那应该是目前最高的。18000，然后血量是13000，还可以。然后他说越野交通工具必对嘛，因为他用飞的。然后更血腥的致命暴击就是射到敌人会直接把人家碎掉那一种。然后重型就是直接可以把人家压过去，可以把车子压过去，然后车子就会扁掉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那基本上其实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。真的还好，然后我们先展示一下重型好了，算吗？这里有一下，就这样，直接把车子压扁。然后它的武器呢，其实只有一种，就是它并不是双重武器，就只有它上面那两把机枪，然后。这种可以旋转都有问题，就是它的它你瞄到之后还要转，可以发现威力其实还是不错的，木国家平台威力其实还是不错的。大概就是几枪可以解决掉一台车，还可以，但就是准度。明显尴尬一点，而且重点是他在一级、二级、三级的时候，那个位准度，他瞄准的更慢，因为到四级之后，他瞄准度。对，就是他瞄准多少时间，然后就会处在一种乱射的状态。威力还可以啊，威力是真的还可以。实用性就真的不符。
刚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殖民宝石，看那个军舰，这道它是直接裂开，殖民宝石，更血腥的殖民宝石，基本上一枪。